高雄小港宫庙绕境，结果出事了。镇头人员手脚利落，从外面爬上门，拉住铁杆帮忙灭火。底下的人地矿泉水，甚至手摇椅，还有人提着水桶帮忙救援。几分钟后灭火成功，没有酿出灰烧厝。我们顶管有烧了，有烧哦，还是什么状况？我唔知影咧。绕境放鞭炮，结果烧到民宅遮雨棚，部分塑胶管被烧毁。屋主睡觉半夜惊醒，公庙人员表示会负责到底。无小心加往往掉啊！啊，可能你说，哎，当年那旧版的少年那时，你到底电头先啊，就入水用水倒下点个破坏，看我这啊，生意好啊，你啊，看我就是好嘢得啦。放鞭炮不慎引发火警部分，依《社会秩序维护法》第63条，已请裁处。宗教民俗信仰，绕境放鞭炮增加热闹气氛，但闹出火警意外真的出乎意料。公主除了赔偿屋主，还得遭警方依涉违法送办。记者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